老和尚的身教。六，悟谦法师讲述。一，师父上人这一生不只是讲经说法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言行举止都在为我们说法。师父上人的生活习惯很有规律的，每次用餐过后，连牙签用过，都会折小块，用纸巾包起来。原因是怕刺到收垃圾的人。还有，师父上人换洗衣服，都会折叠整齐，给洗衣服的侍者。不像我们随手一扔，不会叠整齐。这些生活细节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二，1994年初，墨学跟随师父上人及韩英馆长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常住。有一天早上，给师父上人冲泡茶水，端至师父上人休息室，请师父上人用茶。当师父上人打开保温杯盖子，墨学看到师父上人拿一张纸巾折出方块，很细心地擦杯上边缘茶垢。当时墨学打从心底的惭愧，原先自认为杯子外面清洗很干净，并没有细心地检查杯上卡损的茶垢。当时师父上人也没讲一句话。墨学看在眼里，心里起个念头，以后洗保温杯绝对不再让师父上人看到污垢。以后墨学就养成做事不会粗心。三，1994年夏天，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，师父上人在晚上7:30讲经之前，会先到馆长的疗房看望馆长，然后再一起到讲堂。正好墨学到外面的小房间洗衣服，心想很快就进来，所以
出去只关纱门，木门是开着。在达拉斯夏天，气温高达40几度，几乎冷气每天都开着。墨学一进门，师父上人就站在门内等着墨学。墨学以为师父上人跟馆长已经在讲堂，没想到师父上人在等墨学。当时师父上人慈悲教导说，冷气开着，出门必须要把木门关上，免得冷气外流，浪费电源，并且外加一句教诲，希望墨学惜福，免得老来没福报。那一句是，你老福报大。墨学就将师父上人这一句教诲与佛教会的常住法师及义工分享，以后就成为佛教会的名词。只要有同修浪费，不知惜福，就会提起师父上人这一句名言来勉励大家要惜福修福。四，1996年初，师父上人拿了3-4张表画，问我们哪一位有空帮忙将表画包装好，准备邮寄。墨学自告奋勇，接过师父上人手中的表画，很有自信地包装得很完美。包装好，马上呈现给师父上人。师父上人接过表画，就问墨学，你怎么包装呢？墨学当时愣住，师父上人很慈悲地说，你有没有背对背正对正的包装？墨学回答，没有。师父上人说，可见做事没细心，因为裱画的框背面有钉，正面是木头，怕损伤表面。如果师父上人没有提醒墨学，墨学将表画寄出来，对方收到师父上人的礼物，有可能就有瑕疵。这是师父上人教导墨学对物的恭敬及对人的尊敬。从此以后，当墨学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都会想到师父上人的教诲。五，
1996年，在台湾华藏图书馆，韩英馆长往生几个月后，有一天下午，墨学进图书馆的办公室，师父上人也在。忽然来了一位熟悉的女居士，当场就对着师父上人的面告墨学的不是处。墨学当场马上跪在师父上人面前，向师父上人忏悔说：“师父，弟子不孝，让您操心了。”师父上人等那位居士气消离开了，很慈悲地对墨学开示：“对这种人不能得罪，免得他造业到处去宣扬，以后要小心谨慎。”当初墨学感到很对不起师父上人，自己的不是处让人家到师父上人面前这样无礼。师父上人一点也没有责备墨学，反而以慈祥的语气来教导墨学，让墨学更觉得对不起师父上人，让师父上人操心了。六，2001年，在澳洲图文吧，师父上人的精舍，有一天，墨学正准备早餐的时候，看到师父上人在外面拿着扫帚，在墙角掸蜘蛛网。从此以后，墨学每天清晨起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掸蜘蛛网，将地面上扫干净，保持精舍干净、整齐、环境优美。七，2002年秋天，师父上人请江义子老师到图文吧精舍画地狱变相图。江老师清晨起来到花园打太极拳时，发现有一只鸟已经死在地上，另一只鸟守在旁边，一步也不肯离开，并且眼睛一直看着死去的鸟。江义子老师找墨学去观看此景，确实很让人感动。隔天，师父上人从布里斯本回到精舍，
墨学将此景禀报师父上人，并领师父上人至花园看望。那一只活的鸟依然守着，没有离去。师父上人看了，脸上现出慈悲关怀的表情，向墨学交代准备一些鸟食及水。墨学照办。第三天，墨学清晨到花园查看情况，那只鸟还是守着死去的鸟身边，食物、水一口也没吃。墨学跟师父上人报告，师父上人开示说，鸟类都这样有情有义，反观我们现在的人，夫妻有情有义的实在不容易，希望我们人不要不如鸟类的情义。在2017及2019两次，师父上人邀请法国巴黎教科文组织各国大使十几位到图文巴参访，并至师父上人精舍共进午餐。师父上人亲自至大门口迎接大使团们，并参观庄园，最后带领大使团至那两只鸟的地方，跟大使团们讲解之前这两只鸟过程。之后，大使团们听了很感动，鸟类都有这样的情谊。八，师父上人1999年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，就是用四摄法团结在一起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方式，多请客，多送礼，多来往，多交流。师父上人身体力行，拜访九大宗教的领袖，各个宗教的活动邀请师父上人参加，师父上人带领门下学生一起参与，师父上人到各大宗教的教堂亲自向他们的主或神顶礼三拜，就像顶礼佛像一样的恭敬。师父上人的身教确实做到的圆满。佛教有一句名言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
不为自己求安乐。这一句印证在师父上人本身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